各位综合阶段的考生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二零二一年综合阶段税法基础班的课程了。首先，第一讲呢是增值税征税范围的知识点辨析。一些在专业阶段就听过我课程的学员就知道，我在这里给大家打出来的两张图片是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就是在春天里。 盛开的黄色的花不一定都是迎春花。这两张图片，右侧的是迎春花，左侧的是连翘花。它们花开的时间、颜色都特别的相似，但是花瓣和枝干的颜色是不同的。我之前反复给大家强调，春天里盛开的黄色的花。 不一定都是迎春花，并不是说非得让大家学会怎么去辨别什么花儿，而是呢，强调我们在学习税法的知识的时候，要注意细心，不能囫囵吞枣。而增值税征税范围里边的知识点，会有一些特别细致的，需要我们去把握的东西。我们这一讲要学习的内容。 首先就是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地域范围和业务范围，而更具体而言，要带着大家做诸多的辨析。一个呢是境内与境外的辨析，再有就是交通运输服务及其相关行为的辨析，租的辨析，还有。 兼营与混合销售的政策辨析，里面有大量的似是而非、特别相似但又不一样的东西。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来学习增值税征税范围的基本规则。在这儿呢，我们首先要注意它具体业务范围的辨析，然后我们再一起来学习业务发生地域的辨析。 增值税具体业务范围包括了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销售和进口的货物，这个货物指的是有形动产，也包括了电力、热力、气体。销售货物，不管是生产销售，还是批发销售，还是零售销售，它都是需要缴纳增值税的。 而进口货物，一些学员呢又开始有疑问了，觉得进口不是交关税吗？但是进口货物需要交增值税，主要呢是由于国际贸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涉税原则，叫消费地原则，也叫做消费地纳税原则。涉及到进出口业务了，那么这个货物到底是在生产地纳税，还是在消费地纳税呢？ 目前国际上达成共识的是消费地纳税，消费地纳税这个原则会带来货物的进口征税和出口的退税。接着呢，第二个增值税的基本业务范围是销售劳务，包括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第三项呢？ 是销售服务，具体包括的有交通运输服务、邮政服务、电信服务、建筑服务、金融服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第四项销售无形资产，第五项销售不动产。这五项呢，我在中间画了一条线，这条线上面这两项是传统的。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我说它传统就是在营改增之前，这个范围就一直存在着，而后三项是营改增从营业税的势力范围里划入增值税的。为什么我在中间画了一条线？因为上面这两项往往涉及到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这两项我们在进行，比如说视同销售的一些处理呀、啊、等等的时候啊，和我们后续的营改增改过来的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销售相比较呢，有一些政策上的差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增值税的一税两制。在我们国家，增值税这个一税两制的现象是存在的，就是一些类似的行为。 发生在传统增值税业务中，就是我们常说的增值税一里面，和发生在营改增改过来的业务中，就是我们常说的增值税二里面，它可能的涉税规则或者处理是不同的。比如说视同销售，它就有差别。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对增值税业务范围有一个完整的认知。 接下来呢，是非常重要的考点了，是我们综合阶段特别容易考的，不需要缴纳增值税的主要情形，在这里强调，他根本就不需要去缴纳增值税的。第一，满足条件的政府性基金或行政事业性收费，在这里啊要满足条件，比如是经批准设立的这个基金。 另外呢，你收费的时候用的是财政票据，而不是咱们有税务监制章的那种税收经营性票据。财政票据呢，它都是非经营的，它上面那个椭圆形的章是财政监制章。另外呢，就是这个收入是要上交财政的，你得符合这些设立呀、啊、票据啊以及。 资金流动方向这些条件，第二不需要缴纳增值税的是罚没物品拍卖收入如数上交财政的，这罚没物品给拍卖了，这收入没有流到企业自己去支配安排，而是如数上交财政的，这个就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再有存款利息，这个是非常容易考的，存款利息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这里呢，特别容易就考到企业，比如在银行，它有存款，然后银行给企业支付存款利息，企业有了这个存款利息的收入，不需要缴纳增值税。但是我们大家注意，如果不是存款利息，是贷款利息，不是我把钱存到什么银行之类的，而是我把钱贷给某个单位，贷款利息是需要缴纳增值税的。 接下来，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付，这个也是非常容易考的，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另外，就是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与其销售收入或者数量直接挂钩的，就要计算缴纳增值税。如果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它与销售收入和数量没有直接挂钩的， 就不需要去缴纳增值税。这个地方呢，我要提示大家，我们教材啊，在今年做了一点点调整，就是这里。我们教材去年有一些学员是去年前年考的专业阶段，一看财政补贴收入，他印象中都是一些老的规定，而咱们新的规定，财政补贴收入不区分是中央还是地方，老的规定它还区分你是中央还是地方呢，新的规定。 不去区分你是中央财政补贴还是地方财政补贴，它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的财政补贴收入，只要这个财政补贴和企业的销售收入、销售数量不挂钩，就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如果挂钩了，和销售收入、销售数量挂钩，不管你是中央财政补贴还是地方财政补贴，一挂钩了就要缴纳增值税了。这个地方大家要特别小心。接着呢，我们再看。 不需要缴纳增值税主要情形的第六项，是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或部分实物资产及其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的。等于呢，资产重组过程中企业的资产。 和债权、负债、劳动力打包了，打包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其中涉及的货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行为，就不缴纳增值税了。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地方暗藏杀机呀、啊！暗藏的考点是什么呢？是说在重组过程中，如果呢企业的资产和 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劳动力打包一并转让的都混一块儿了，一并转让的其中的货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打包转让在其中的这几项呢，是不需要缴纳增值税的。但是大家注意，他没提什么呢？没提到的就要交增值税了。没提到的是无形资产，那也就是呢，无形资产中只有土地使用权在这里。 如果是打包的，和这个债权、负债、劳动力啊等等一块打包的，这个土地使用权、不动产和货物打包于其中的这个转让行为不缴纳增值税。但是，除了土地使用权之外的其他的无形资产，你哪怕是打包在其中去转让了，也是需要缴纳增值税的。这个暗藏的杀机，大家要看出来。接着我们再看第七，药品生产企业。 销售自产创新药的销售额，为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药品生产企业在销售自产创新药之后呢，提供给患者后续免费使用的相同的创新药，这个说的是后续在免费使用的相同创新药，不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的范围，这个就不需要缴纳增值税了。但是，如果不是后续，是前面一开始。 他那个创新药收取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那个是交增值税的。后续我们看，在销售了创新药之后，后续又免费再提供相同的、再免费的，这个不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的范围。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不需要缴纳增值税主要情形的第八项：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 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在这儿，什么叫融资性售后回租？甲企业它有设备，但是它缺钱，那怎么办呢？他呢就找了一个融资租赁公司，把自己的设备搞融资性售后回租，看上去是把设备卖给了。 这个融资租赁公司，但设备动都不动，还在假企业呢，这设备都没拉走，就是说，哎，就看作我把这东西卖了啊，卖了你得给我钱呢，然后呢，这设备你不能拿走，算我租你的，我还在这用，然后我给你付租金，它等于呢融到了一大笔钱，分期慢慢付租金，用这种方式。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会要注意到这里面。 他出售资产，他实际上目的不是为了卖这个东西，他实际上是为了融资啊。所以呢，咱们政策规定，他出售资产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接着我们再看第九，单用途卡发卡企业或者售卡企业销售仅限于在本企业。 本企业所属集团或者同一品牌特许经营体系内的兑付货物或服务的，作为预付凭证的单用途卡。一说单用途卡，说就是本企业或者本同一品牌或者本集团内部啊，我们来使用的，或者呢，接受单用途卡持卡人充值取得的预收资金。 不缴纳增值税，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后面我给大家列了一下，卖卡的这个单位，卖单用途卡的一个单位，他呢要收手续费的，他收取的手续费是需要缴纳增值税，按什么交呢？按经济代理百分之六的税率交，而单用途卡充值收钱了，这作为预收款。 不缴纳增值税，那什么时候缴纳增值税呢？是等到真正的购买货物或者服务的时候，那么也就是他的这个连锁企业或者他集团内部的企业真的要兑付货物或劳务的时候，谁兑付货物，谁兑付劳务了，真的实现销售了，那个时候才需要缴纳增值税。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我们前边。 所说的这一讲目录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辨析，先看营改增增值税征税项目的地域界定，在这里只涉及到了营改增相关的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在这儿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的含义是什么呢？基本规定有四项，第一呢就是服务。 把那个租赁不动产先排除在外，因为不动产租赁它有特殊规则，把这个刨除在外。或者无形资产，这无形资产我们把自然资源使用权排除在外，因为那个也有特殊规则。那么在这里，什么叫在境内呢？就是服务或者无形资产都是除了特殊的啊，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服务或者无形资产的销售方或购买方在境内。 销售的一方或购买的一方，其中有一方在境内，我们就认为是境内销售服务了。第二，所销售或租赁的不动产在境内，不动产我们是看位置的。在这儿，我们大家注意到没有？没有说销售方、购买方，而是强调所销售或租赁的不动产在境内，不动产看位置。第三，所销售。 自然资源使用权的自然资源在境内，这个也看位置。第四，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这是兜底条款。接下来我们再看特殊销售主体的境内销售，比较特殊的情况在这儿。第一呢，是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销售。 完全在境内发生的服务，不含租赁不动产，因为不动产我们看位置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强调，销售完全在境内发生的服务，属于在境内销售服务。第二呢，就是境外单位或个人向境内单位或个人销售的未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属于在。 境内销售服务跟绕口令似的，第一条强调的是完全在境内发生的服务，我们认为就是在境内。第二条说的是未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一个是完全在境内，一个是没有完全在境外。没有完全在境外，说明有一部分是境内的呀。那我们就认为没有完全在境外的服务就是属于在我们境内销售服务。 这是比较特殊的销售主体的境内销售。特殊销售主体说的是境外单位或者个人。特殊的销售主体，它的境内销售是什么？要么全发生在境内，要么不完全发生在境外。在这儿呢，我们要注意下列情形不属于在境内销售服务或无形资产，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第一呢，境外单位或者个人。 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销售完全在境外发生的服务，我在讲专业阶段基础课程的时候提到过，这个最容易举的例子就是我们这个单位到俄罗斯，跟那边有一个商业谈判，我们单位派人就入住了俄罗斯的酒店了，那么俄罗斯的酒店就属于境外单位，向我们境内去的单位和个人。 销售了完全在境外发生的住宿服务，那么那个酒店跟我们这儿收的住宿费不属于我们国家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第二，境外单位或个人向境内单位或个人销售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无形资产，在这里强调这个无形资产完全在境外使用，不在我们这儿来使用的。那么，这个销售主体是境外单位和个人。 我们购买的这一方是境内单位和个人，买完了以后，这东西根本就不在我们这儿用，完全在境外使用。那么，境外单位卖这无形资产也不需要在我们这儿交增值税。第三，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出租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有形动产，这个我在专业基础课程中也举个例子，我们到。 美国去出差，然后到那儿租一台车，开着车比较方便。美国那个租车公司把那车租给我们收租金，但是我们这有形动产这车完全在境外使用，他收我们这租金不属于我国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第四兜底条款，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在这儿呢，我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增值税境内取得收入。 和境外取得收入与企业所得税的来自境内的所得和来自境外的所得概念不一样，一个说的是收入，一个说的是所得，而且不仅仅概念不一样，标准也不一样。所得税那个来自境内和来自境外里面有好多与国际税收税务管理相关的一些政策，和增值税这里边规定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呢，就是交通运输服务及相关行为的辨析。所谓交通运输服务，在我们今年教材中把它的定义删除了，但是我们大家要注意把握，这样方便你去理解性记忆。交通运输服务呢，指的就是利用运输工具将货物或者旅客送达目的地，使得它的空间位置得到转移的业务活动。交通运输服务它涉及到了陆路运输服务。 水路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和管道运输服务，我在这儿只是提示大家，管道运输也属于交通运输服务的范畴。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辨析非运输主体按照交通运输服务征税的规定。这里的非运输主体就是他自身没有亲自去实施运输服务。 但是我们也要要求他按照交通运输服务来征收增值税，在这儿会有出租车公司向使用本公司自有出租车的出租车司机收取的管理费用，是按照陆路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的。你看上去是司机在运，这个出租车公司就是。 说把车给这个司机去使用了，然后他收的呢又是管理费用，但是这个管理费用按照陆路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接着就是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他自己就没有运输工具，但是呢，他也找了一些客户，说：“哎，我能帮你去运输，我能给你填开一些运单啊，等等啊，我帮你去运。”他呢去承运一些业务，然后他自己再去找运输公司把这个业务完成。 这个无运输工具自己都没有运输工具，然后呢，就去去帮人家去运东西了。咱们也要求就他取得的收入，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接下来是特殊运输行为的征税规定，在运输工具仓位承包业务中，发包方以其向承包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来作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而承包方呢，以其向托运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那我在这儿强调一下，他说的就是运输工具仓位承包业务中，比如说这是一个飞机，飞机人家本身呢，这个飞机仓位对外。 来承包我这个单位，这飞机不是我的，但是我说，哎，我要求用你这个飞机仓位，然后我给你付钱，这仓位我我要用。但实际上呢，我付了钱以后，我拿到了这个仓位装东西的这指标，我又找了别的一些客户说，谁要运东西，我能帮你去运，我收费。大家注意一下，无论是我向找到的别的客户收取的。 这个运输费用，还是说那个仓位承包的，那个单位向我收取的仓位的费用，都是按照交通运输服务来缴纳增值税的。接下来呢，是水路运输的承租、期租业务属于水路运输服务，航空运输的失租业务属于航空运输服务。这里的承租、期租和失租。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运输工具配着操作人员一起租。这里的承租运输工具配着操作人员租相应的行程，这几个行程连运输工具配操作人员给租了。期租是租规定的时间，这半年之内运输工具配操作人员租了，不管你跑什么行程。另外呢，航空运输的失租也是。 飞机配着机组人员一块儿租的，所以这些呢运输工具配着操作人员租的，都属于交通运输服务，税率呢是百分之九，就是咱们一般纳税人一般计税方法使用的税率是百分之九，而水路运输的光租业务和航空运输的干租业务，这里说的光租、干租。 只租运输工具不配操作人员的，属于有形动产经营租赁。如果是一般纳税人的一般计税方法呢，适用的是百分之十三的税率。接着是特殊区域运输业务，不按照运输服务征税。特殊区域的，我们看纳税人在游览场所经营索道、摆渡车、电瓶车、游船。 等取得的收入，大家注意是在游览场所经营这些，是按照文化体育服务缴纳增值税的，税率是百分之六。但如果他不是在游览场所经营索道、摆渡车、电瓶车，如果不是游览场所，就是正常的。我们经营过江索道不是为了游览，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出行。但是谁坐这个，我们要收费。那个是按照交通运输服务。 来缴纳增值税的，因为客货发生了空间物理位移嘛，属于交通运输服务。但是你要是在规定的特殊的这个区域旅游场所内，你经营索道、摆渡车、电瓶车、游船取得的收入，不按交通运输服务，按照文化体育服务缴纳增值税。接着呢，就是特殊的运输形成的退免税。 国际运输服务项目，纳税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关资质的，适用增值税的零税率；没有取得相关资质的，适用增值税的免税政策。接下来就是关于租的辨析。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些租的概念啊，在这儿我们大家要注意，租呢有可能涉及到有形动产经营租赁、有形动产融资租赁、不动产经营租赁。 不动产融资租赁，另外租还有可能涉及到交通运输服务、建筑服务和贷款服务。我们首先要注意，租有多种分类。很直观的看，租赁服务它的基本类别呢，有有形动产的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适用的增值税的税率都是基本税率百分之十三。 它也可能涉及到不动产的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适用于增值税的百分之九这一档的低税率。接着，我们进一步来理解广告位的出租征税要辨析载体，将飞机、车辆等有形动产的广告位出租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用于发布广告的。 像把这个飞机机身上让你刷广告，车辆，然后车身上让人家去刷广告等等，这样呢，飞机、车辆，它拥有所有权的单位说：“哎，我允许你们那些单位在我们这飞机和车身上刷广告了，你得给我钱。”那么，他取得的这部分收入呢，是按照有形动产经营租赁服务缴纳增值税的。如果呢？ 是将建筑物、构筑物,物等不动产的广告位出租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用于发布广告。比如说，我们企业围墙，我允许广告公司到我们这儿围墙上刷广告，但是你得给我钱。我们的企业跟人要钱。还有呢，构筑物，我们的企业的这房顶上，我允许你在我这儿弄一个广告牌子，那你得给我钱。 那么我们所取得的这个收入是按照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缴纳增值税的。我们注意，有形动产经营租赁和不动产经营租赁增值税的税率是不一样的。不动产那个用的是百分之九那一档的税率,有行税的税率的的，税率有形动产经营租赁用的是百分之十三那一档的税率。接着就是停放通过也是租，强调车辆停放服务、道路通行服务，包括过路费。 过桥费、过闸费等都是按照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缴纳增值税的，所以咱们这里的停车场收费是按照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缴纳增值税的啊，所以停放通过也是租。接着就是租不是租，在运输工具仓位承包业务中，发包方以其向承包方收取的销售额。 以及承包方向托运人收取的销售额，都是要按照交通运输服务缴纳增值税的。在这里，你看上去仓位承包好像我把这仓位租出去，你来用仓位承包，但是这个是按交通运输服务。再有呢，水路运输的承租期租业务和航空运输的失租业务，都是运输工具配着操作人员一起租的，都属于交通运输服务。但是呢。 水路运输的光租业务，航空运输的干租业务，只租运输工具不配操作人员的那个是真租，属于有形动产经营租赁。我们大家要注意，租不是租的，要注意区分，租也有真是租的，一定要注意区分。接着呢，就是纳税人将建筑施工设备出租给其他人使用，并配备操作人员的。 按照建筑服务缴纳增值税，在这儿又出现了租不是租，是纳税人把建筑施工设备，比如说把大吊车，我租给别的单位使用，但是我是配着操作人员租的，我收取的这个租金，不按照有形动产租赁来交增值税，而是按照建筑服务缴纳增值税。第四就是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取得的利息。 及利息性质的收入，在这儿我们大家注意，前面不是跟大家说了融资性受回租？我有设备的企业假装把这个设备卖给这个融资租赁公司，但设备动都没动，就在我这儿。然后我说卖了，我还继续用呢，你给我一笔钱，我融到这笔钱，然后我分期还给你。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前边说的。 是我有设备的这一方，假装卖设备，实际上是为了融资。那我取得的卖设备的这个收入，实际上是融到的资金。融到的资金不缴纳增值税。现在咱们说的是站在了融资租赁公司那个角度，融资租赁公司现在我把钱给你用了，设备也在你这儿，我定期我得收钱啊，我等于把你融到的钱定期你得还给我呀。 定期收到的钱中，利息和利息性质的这一部分收入是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的，看上去它定期收的是租金，但实际上里边包含的内容有那设备款项，还有利息、利息性质的收入。这里利息、利息性质的收入按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租不是租。接下来呢是兼营。 和混合销售的政策变细，这个也是常考点。增值税这个兼营和混合销售行为呢，会直接影响到这个行为它的收入要按照哪个项目来确认，同时适用怎样的税率，从而就会影响到税额计算。我们先看什么是混合销售，混合销售规定呢，是一项销售行为。 如果既涉及到服务又涉及到货物，为混合销售。所以我给大家这张图片，就是一个行为，货物跟服务握手了，它同时涉及到了两个方面。混合销售的特征，就是一个销售行为一下就同时涉及到了货物和服务。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增值税征税范围除了货物和服务。 还有劳务呢，还有无形资产，还有不动产呢。但是在这儿只涉及到了货物和服务，这样就使得他提供货物和服务具备了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这个是混合销售。混合销售的税务处理原则是按照纳税人的主营项目来划分，你到底算是货物销售还是属于销售服务？ 那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是一个行为，同时货物跟服务握手了嘛？涉及到这两个方面，那混合混合在一起，我们怎么来进行税务处理？先给你定性，既然你混一块了，你要么就是属于销售货物，要么就属于销售服务，因为混一起了嘛。那么怎么来划分呢？从事货物生产、批发或者零售为主的单位。 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按照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这一说为主，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就你销售额中，你生产批发或零售的销售额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了，比百分之五十要多了，你这就叫为主了嘛。那这种情况下，你的混合销售混在一起，都给你算成销售货物，而其他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当然。 就不是生产、批发、零售货物为主的了。那那些其他单位和个体户往往说的就是提供服务为主的混合销售呢，就按照销售服务来缴纳增值税了。但是混合销售税务处理呢，它有特例，我们大家也要注意。它的特例就是明明它是混合销售，但是我们给它做税务处理的时候。 按照兼营来看待，按照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兼营来看待，它是有列举的特殊情形才特殊处理的。我们大家看一下列举的特殊情形：纳税人销售活动板房、机器设备、钢结构件等自产货物，同时提供建筑安装服务。在这里啊，纳税人自产了什么呢？在这儿说的。 活动板房、机器设备、钢结构件，同时又提供了服务了建筑安装服务。我们卖这个东西，同时提供建筑安装服务。税法明确，这个没有按照混合销售来进行税务处理。这个多明显，性质上看它应该属于混合销售，但是税法是作为特例来明确，这个把它从混合销售那队伍中剔除出去了，强调呢。 应该分别核算货物和建筑服务的销售额，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或征收率来计税。这个实际上是按照兼营来处理了。第二，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或外购的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在这儿说的有自产，也有外购机器设备，同时提供安装服务。明明你看我卖设备，同时提供安装服务，多典型的。 一个行为同时涉及到了货物和服务两方面，它应该属于混合销售吧？但是作为特例，咱们没有要求按照混合销售来进行处理，这都是列举的特例啊，而是按照兼营，分别核算机器设备和安装服务的销售额。安装服务这一部分还可以按照甲供工程，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来计税。我们学。 专业阶段课程给大家讲过啊，这个甲供工程，甲方乙方在建筑啊这个施工这个合同上，甲方是建设方，乙方是施工方。甲供工程就比如说我们要给 A 企业建一个厂房，A 企业就是甲方，我们施工队儿是乙方。甲供工程是 A 企业人家给我们提供一些材料等等啊，这个呢它是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 来计征增值税,税的，我们说谁选择简易计税方法，就是我们施工的这一方，因为材料是对方提供的，我们只提供人工了。那如果你不让我们用简易计税方法，你让我销项减进项，我没什么进项。咱们是为了平衡税负，甲供工,工程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这是我们学基础课程，就是专业阶段课程的时候提到过的。接下来我们看兼营。 纳税人兼营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这兼营的面可就广了。刚才咱们混合销售只涉及到货物和服务，兼营你看，除了货物、服务，还有劳务、无形资产、不动产。而且呢，一说它是兼营，和混合销售的区别就在于混合销售是你做一件事儿，一下涉及到了货物和服务俩方面了。 使得这两方面有内在联系、因果关系，而兼营是说你做这事儿也做那事儿，这些事儿之间没有发生在同一项销售行为上，它是各干各的，不存在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兼营的税务处理原则是：纳税人如果兼营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适用不同税率或征收率的，应当分别核算。 适用不同税率或征收率的销售额，因为你既然是兼营，又干这个又干那个，这些事儿之间又没有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那你就应该分别核算呀。然后按照你算出来的这各项行为，他们各自的收入和对应的税率来计算缴纳增值税。如果没有分别核算的怎么办？没有分别核算的。 要从高适用税率什么意思呢？就是高税率和低税率的经营项目，你兼营了没有分别核算的，都按高税率的。如果你适用税率的和征收率的项目没有分别核算，都用税率，因为税率比征收率高。所以呢，我们大家呢要注意啊，没有分别核算的，我们要从高从重来计税了。接下来呢是兼营的税务处理的一个特例。 这个特例呢，咱们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啊，我们会注意到，连总理都提到了，就是提供餐饮服务的纳税人销售的外卖食品，按照餐饮服务缴纳增值税。我们知道，提供餐饮服务的纳税人，比如说餐厅，他正常的餐饮服务应该呢是人家坐到这儿来堂食，在现场消费，我给他提供服务，然后我收费，这是我提供餐饮服务。 如果他没有坐在这儿堂食，而是把这东西给拿走了，按照咱们传统的分类来看，他没有享受我现场给他提供的服务，等于他买了我产品了。看上去他应该是销售货物了吧？但是我们这个是一个特例，提供餐饮服务的纳税人，我提供的无论是人家接受我现场提供服务的堂食。 还人自己做家里还拿着外卖去吃的，我让我给送家里头去的。我们都是按照餐饮服务缴纳增值税。各位学员，下面呢给本讲做一个小结。由于增值税呢它不同的征税项目或者不同的行业会适用不同的税率，因此呢增值税征税范围我们需要在细节上进行把握。我们着重。 要关注税率的不同的类似项目的变细，适应审计查错和征询的视角。各位学员，大家复习备考辛苦了，谢谢大家。